五里市长、纪组委、中部地区所有的官兵、跑者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是中央军校校友总会第14届的理事长洪敬明。昨天我们在台北市政府前新仁爱路上面，我们办了一个庆祝黄埔百年的启幕式。我们之前我们花了1年半的时间，我们作业小组做了相关的筹划规划，我们准备了24项节目，一直到明年的6月16号为止，我们次第的展开。今天回到台中来，看到大家觉得非常的兴奋，也高兴、激动。我这边有一些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，下面要跟大家报告的，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了。杜潮澎湃，党旗飞舞，这是革命的黄埔，主义新贯彻，纪律莫放松，预备做奋斗的先锋。从踏进陆军官校入伍的第一天开始，清迈精神，革命者来，捍卫中华民国，就是我们的信念。贪生怕死，莫入师门，升官发财，群走别路，就是我们的初心。这个信念，这个初心，我相信在座的你我都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改变？在二楼。我们都没有改变。一个世纪以来，黄埔与民族、民众、国家紧紧地绑在一起，成为生命的共同体。民国13年6月16号，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立了黄埔军校，组建国民革命军，经过了东征、北伐、剿共、抗战，以及古林头、823、92海战、台海空战等台海的保卫战，国军流血流汗奋斗牺牲，可以说没有黄埔就没有中华民国，没有黄埔就没有今天的安居乐业、经济发展。我们何其有幸能够共同的建设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你现在是在帮忙录影吧？哈，对。如果说我要跟你要那个档案，到时候我看看有没有录得好。好，我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好，我尽量录了。这个是专业的，我来哪里？好玩了，好玩了，好玩了。器材都是专业的。好玩了，好玩了，好玩了，再玩了。谢谢你。如果我要找你，我怎么找你啊？我退伍等一等协会，我总会。好，等一等，我们再来，再请假吧。我去创立，而且重大的庆祝活动，需要在座的我们所有的黄埔子弟们，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把我们